先生所作呢一首歌。其實自從達明一派咧，佢哋嘅音樂出嚟嘅時候咧，咁跟住佢哋就拆夥啦，然後咧就佢哋個別自己有唔同嘅理念啊，自己去用音樂去作曲啊，或者係寫俾人哋聽、寫俾人唱嘅時候咧，呢一首歌咧，當時我聽我唔知道作曲嗰個係劉以達嚟嘅，但我就覺得哇，呢、這、隻、個、歌好似個嗰個音樂咧係你會跟住佢，好似轉入嗰個音樂裡面，我唔知道你哋明唔明我講乜嘢，你好似會投入咗去個嗰個歌曲嘅意境裡面。咁所以我希望咧呢一隻歌，雖然平時真係好少唱，但我希望臨近尾聲嘅時候咧，帶一啲大家真係好少好少聽嘅歌。呢一首係其中一首王菲嘅《流星》，多謝。希望大家即刻许一个愿，咁呢个愿望咧就会实现啦。多谢呢位朋友。